要盯着他，一看见我老公冲进他就想借口口来举报了。他又说很怕人举报他，我查查啲声音先。我查查我手机啲声音先。如果冇事嘅话咧，就正正常常咁播啊。哦，今天晚上我们包了一个绿豆，包那个。哦，得啦，个声应该冇事噶啦。那个锅子汤啊。嗱，佢而家嗰个人数，睇下佢嗰个峰值去到几多啊？因为而家你闹佢咧，佢都唔会还拖噶啦。哦，好嘢哦！冇外差。哦，你话个答案好似争一个三人行啊？啊，好，我改翻佢，我改翻个投票啊！啊，就翻你哋意见啊！那是那些黑粉的手段啊！那些我改翻个投票啊！观音菩萨一样的，就是。佢又话自己系观音菩萨喎。观音太酷，这样子啊，他们都赚了好多好多的钱啊，拿着我去啊，赚了很多很多的钱。好多好多嘅钱，成日都讲好多好多嘅钱。啊，佢成日都喺度讲好多好多好多嘅钱，好在意啲钱啊。啊，又喺度咁样啦，系不过我都系咁讲啦，唔好乱咁认呢啲神神佛佛啦，即系呢个真心讲嘅，乱咁认呢啲神神佛佛咧，会出问题出事嘅，即系呢个个人意见啦，不过佢唔会听嘅，上次都同佢讲过啦，乱认呢啲嘢唔得噶，咁其实都系想睇佢用钱嘅啫，而家嚟讲，佢一见到唔对路，而家会落波噶啦。佢有唱歌啊！顶，佢有唱歌啊！唔好啦，何太收收声先啦。大颈抛，诶系个颈做咩肥咗咁多嘅？何太呢度一圈咧，好似肿起咗呢度咁样一圈，大家见唔见到啊？好似个颈度肿起咗。阿多谢15蚊嘅科金啊！佢呢个位啊，嗱，佢呢度咁样耷低咗咧，呢度有个圈、啊。唔知系咪身体出现咗啲咩问题呢？咁有一个做医生嘅网友咧，就同我讲啦，个颈部肥大最常见嘅原因就系甲状腺肿，就话叫做布因综合症啊，仲有颈部淋巴结肿，或者佢只系肥。咁佢到底系肥定抑或系结咁样淋巴呢？啊，到底系咪身体出现咗问题呢？何太？嗱，而家个1199啊，1243，佢而家养紧号，其实而家就要等，睇下佢咧直播带货嘅时候搞成点，同埋间屋会唔会收啦？7月14叉颈啊，其实佢块面咧已经系叫做有，即系你自然开抖音咧，佢已经系同你瘦咗少少面噶啦。但系嗰条颈你睇下，佢条颈呢个位置肿得好犀利咯。阿何太要唔要睇睇医生啊？啊，出自我哋忠实粉丝嘅关心啊！咪淋巴如果割咗，佢要长期食药，个人会好瘦噶，好似系好麻烦噶。何太去睇医生啦，嚟自忠实粉丝嘅关心啊！大颈抛甲状腺，佢话睇个医生话冇事啊。睇个医生话冇事，咁我唔清楚佢、啊，即系佢有冇睇过医生，我哋都唔知啦。但系肿得好犀利咯，而家见到你睇下喺呢度，好似一个小水泡咁样肿咗一圈、啊。系啊，亲切嘅问候嘛，即系嚟自我哋最亲切嘅问候，就系、是、叫佢睇医生啦。何太睇医生啦，唔好硬颈啦，斗气冇用噶，即系身体要紧啊，何太。而家佢系会跌落嚟嘅话，佢会俾钱托住噶。啊，多谢15蚊嘅科金，你就话佢系甲状腺结节，同你之前嘅情况一样。咁你好翻未啊？希望你好翻啦。咁啊，仲有50蚊嘅科金，好多人都话大颈抛啊。哦，
好多人都话系甲状腺定期复诊。你们的荷伯伯一出镜，他就长这口嚟。你唔好理可白啦，睇下条颈先肿得好犀利。你听唔听到噶何太？即系嚟自我哋嘅关心咧，唔听到啊何太？都唔系有佢死噶，咁听佢睇下佢听唔听到嘛？一晚六次点样？一晚六次啊？以前是穿不了的，打毛工啊？河马系中医世家，唔使睇啊！咁啊系啊，佢做翻个心肺复苏冇事啦，个大颈泡应该唔系 P 噶 ，P 图咧唔会特登呢度肿咗噶，因为你 P 即系你一开个抖音，我用个抖音嚟拍嘢嘅，一开咧个抖音自动同我 V 咗面噶。咁條頸應該係縮咗至係噶，肥嘅地方會幫你收細噶嘛。佢而家仲係咁樣咧，仲係咁肥，應該唔係用抖音嘅話，條頸仲誇張噶。所以有陣時候我哋睇唔清楚啊。嗱，佢1600幾咯，佢原本嗰個數據 keep 住咗啊。上一場嗰個數據，睇個峰值係幾多少。我哋可能食個精神科藥物。哦，佢早咗直播佢八点钟咯，450万边有咁快啊？450万，成日谂埋啲不切实际嘅嘢，你即系好老实讲啊，就算你去认认真真去赚钱都赚到噶。虽然是这把年纪，他可贪图漂亮的咯。把剑咧，阿可白就攞咗去耍，系啊，把剑。把剑啊，可白攞咗去耍剑。我哋玩到11点左右，唔系好相信啊边个个团体啦。过咗一个礼拜都系咁。我话自己系医生，淋巴癌啊，淋巴癌会唔会太夸张啊？淋巴癌，等嗰啲数据向下先啦，暂时数据都未向下，系啊。而家等佢数据向下先啦。关事咯，哦，没关事的。你讲咩咩啊？那是我280斤哦，那你信不信？哦，你话佢自己开药食，自己开咩药啊？去药铺执药啊？自己。可好咧？淋巴结。8斤全都是瘦肚子哦。唔知佢会唔会翻香港咧？大一点嘛。房听闻啊，房署不停拍佢门啊嘛，不停拍佢门。如果佢唔翻去香港，好似都唔系咁好噶、哦。但系佢如果翻香港嘅话，房署可以问到佢啲咩咧？有冇谂过咧？房署上去揾佢做咩咧？因为而家不停传紧房署揾佢啊嘛，拍门揾佢，其实都只不过系问话啫。佢住个时间都应该够晒啦。佢一笑啊，好恐怖啊！河豚一秒收皮，哦，小圈子练辟邪剑法啦！哇，佢1900噶咯，多过我哋，佢1900人喎。我谂佢个峰值应该2400咯，佢个数据 keep 到啊，俾钱 keep 到啊。哦，我个朋友话佢买咗推楼啊，佢应该系买咗推楼啊。我问下估计买几多先？哦，佢话买咗推楼啊，佢以前大卖嘅就中马啦。哦，即系呢一波系推楼嚟嘅，佢呢波推楼完咗就应该会下跌噶啦。佢买嘅呢波系啊，升得好快好急。而家开咗几耐啊？开咗10分钟到咯，大概15分钟到就收皮噶啦。呢波推楼，呢一波推楼。再瘦一点，还穿得更舒服。我现在我如果我有那个马术犬，我还是。想穿大码的但是他确实没有，然后那我也逼着拿中码也能穿，但是这个款式是中码可以的了啊，这个刚刚好，不大不小。佢上一场落播嘅时候，好似1600几人我记得。佢而家系我朋友就怀疑佢买咗推楼，一开始买咗推楼，就推到2000几。啊，就
闲聊啊，没得。我哋三部机入咗嚟啊，多谢你支持啊。咁不过佢个数升得好快啊，佢数升得高啊。好好啦，怎么瘦得那么自然？我哋有房主拍门做记录，冇人住，但系全年计噶嘛，唔系。不是这样一日半日的嘛，全年计住够某一个数的嘛。我一租到车呢，在等他呢，这过程中我是很容易饿的嘛。一肚饿我就瘦的嘛。一肚饿就瘦，我又不太明白什么逻辑啊。现在就老公，老公仔。有美国佬的时候就是管家仔。你好宝宝，没热气啊，他刚才吃过了龟苓膏哦，跟我一起吃的哦，他吃一个我吃一个，夜晚吃龟苓膏做一餐，天天都有，怕不怕好削胃的？老人家得不得的？喂，等他这波完了看看怎么样，应该是买回来的推流来的，是啊，他没骂人，你没骂人，你冇鬧人就自己發揮下想像力，睇下舉嗰啲咩咯。佢而家大概直播咗12分鐘左右啦。我覆下人先，而家直播12分鐘左右。哦，我哋而家估計嘅高峰值咧，係會2400到2700之間咯。又喝啦，可白啦。你吃几多你咪吃咯，就咁都我吃，点吃啊？你唔补咪得唔到噶？系啊，你帮佢食啦。佢个峰值应该系2400到2700之间，就会跌翻落去噶啦。呢一波应该系买上去啊，你睇下准唔准啊？除非佢斗气再买。不知道他动手指做什么，应该是没什么人给他拨的。哦，不要让他去到15分钟，但是没办法，现在已经15分钟了。我脖子不炸了，是有人教他的，现在这波有人教他做的，他按了时间点，第一波推流，接着第二波，第一波推流自己买，第二波咁样拱上去，佢而家系拱紧个流量上去嘅，睇下个峰值系几多。而家2400几。嗱，2497啊，应该差唔多到峰值噶啦。除非佢再买到3000。啊，多谢38蚊嘅科金啊。啊，留位应该留唔系好留到人嘅。咁不过佢会搞嬲你哋，等你哋去闹佢咯。佢而家个策略就系咁，有人教佢啊，肯定系有人教佢啊。佢系要你哋停留时间长，然后不断闹佢，咁佢就可以个推流越上越高啦。佢而家系做紧呢啲嘢，不过就冇乜人科金。姓什么？你只是说了一个名字，啊，只是说了一个名。哦，佢嗱，佢嗰个做法咧，就一开始买咗大概200蚊左右嘅推流，然后就系等15分钟之后再有一波推流。佢一开始已经俾咗钱去买噶啦，一开始嗰个人数冇咁高噶。佢而家系咁样嚟玩法咯，所以呢一个咁嘅部署咧系有人教嘅，而佢自己咧系唔会识呢啲嘢嘅，因为佢已经搞埋居住证，准备开呢个小黄车挂橱窗啊之类嘅嘢噶啦，佢系准备开呢个直播带货噶啦。咁样贴钱做直播为啲咩咧？睇下佢呢波嘅峰值完咗未啦？2400几。那个醋又好喝。
边有人去饮嗰个酸桥头个醋噶？唔系黐线噶！啊，多谢38蚊嘅科金啊！那是以后的事。嗱，佢而家系为后边自己要做嘅带货数带货做好数据啊！佢以佢而家嚟讲，佢不断就算俾钱都好啦，佢系要做好自己个数据去直播带货。而家嚟讲。继续啦，我要陪他打这场硬仗啊！陪他打完了，那么我才公嗱23.90啊，23.90啊，系啊，黑粉黑粉都系流量啊，佢而家就系搏你闹佢咯，你一闹佢咧，佢就不停有流量咯。咁而家嚟讲，我分分钟怀疑个美国佬咧都系作出嚟嘅，冇美国佬。冇美国佬，佢个流量点会再起翻啊？个时间点好微妙嘅。他会不会嫌弃我带着我？现在这个老公贴钱做直播啊？佢而家系想博之后赚钱咯，佢而家系博呢一样嘢咯。嗱，2476啦，2476，冇啊！大陆嗰啲网友我哋氹唔到佢出嚟噶嘛？大陆嗰啲网友佢而家没有想过，没有想过骗我现在的老公任何。佢唔系骗，佢系结咗婚，光明正大咁攞。喺嗰个角度嚟，喺佢角度嚟讲，唔系呃，系光明正大。可伯仲呃紧自己啊！话个老婆对佢忠心耿耿啊！你自己知啦，可伯真系真系咁忠心耿耿，你要嬲咩？你唔使嬲噶，头先你头先话我都仲未死，点点点点点，你嬲乜啫咁？大家话系咪啊？即系咁有信心就唔使嬲啦，头先。如果黄叔真是我认识那位美国朋友的话，那我就也很高兴，也很放心了。将来真的有那个什么，多谢38蚊嘅科金啊！我男孩能带上我现在老公，那我也是很高兴的。佢好强调要带个老公去教、哦，即系我越嚟越怀疑剧本啊！咁但系可伯嗰个神情又唔系咁，个语气。到底美国佬系咪剧本咧？定一话妄想症咧？嗱，2363啦，系啦，2363啦，咪管家仔咯，做咗林峰，不过系绿帽林峰。啊，欢迎新会员啊！搵人扮旧金山阿伯，带佢去直播场切磋。前夫做老豆喎，即系呢啲人嘅观念。身份啦，以后我们就是好像亲人一样啊。咁可伯仲有冇一晚五次噶？互相的照顾啦。咁可伯仲有冇一晚五次先得噶？做咗老豆啊，佢系咁派帽俾可伯喎。佢当咗可伯系流量密码喎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对他是有两种爱的。我早也说过了，退一万步来说，将来啊，我对我老公只有父爱，那我也是会父他到老的哦，我是不会抛弃他的。唔系咁，可伯仲有冇一晚五次先得噶？你俾佢做咗老豆，呢样嘢好关键喎、哦。其实可伯一开始系唔缺人照顾喎，你谂下。他要人照顾，使乜你照顾啫？佢冇仔仔女女咩？
佢大把仔仔女女啦，孫都有啦。咁佢同你一齊就係為咗要做運動啊嘛。咁你又俾你而家變咗做老豆，帶佢去美國，你話照顧佢，我當佢真係去到啦。咁但係佢冇咗嗰個做運動嘅節目，我覺得佢唔會開心咯。即係由頭到尾，佢都係想要啲咁嘅嘢噶嘛。你睇到嗰啲動作啊，各方面其實都係手多多嗰隻人嚟噶嘛。咁去到美國咁樣搞，咁佢生活質素咪仲差咗？唔通真係貪去做管家仔咩？唔係世唔世俗人嘅眼光喎、哦，其實我哋嚟講，我哋嚟講係好污嘴喎。哦，佢直播间太多黑粉留言啦，顶我上去啊！佢嗰边直播间好多黑粉啊！美国佬而家我哋觉得咧，应该系剧本嚟噶，美国佬。美国那个朋友，他不嫌弃的话，应该系假噶，应该系假噶，作出嚟啊！特登做出嚟咧，去引流量啊！佢想有翻个人气啊，之后直播带货，呢啲应该系有人帮我安排啊。如果唔系，冇理由以佢嘅智慧系谂唔到出嚟嘅。美国佬啱唔啱啊？何太听唔听到啊？美国佬系咪作出嚟噶？直个美国佬冇出现过、啊。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嗱，佢开始话唔知系真定假啦，应该系作出嚟嘅。个美国佬系要流量啊！真系咁多屋啊！你就 show 晒啲相出嚟俾人睇啦，啱唔啱啊？那我就如果是一个很直白的女孩子啦，我有什么就说什么，那没所谓啦。哦、啊，我多谢送出五个会籍啊，多谢送出五个会籍啊，嗱二一六七啦。到底个美国佬你哋觉得是真定假呢？你觉得而家越睇越似系假咯？有人举报中咗，就话主播讲80岁老人系老公都系父亲，利用不伦嘅关系博眼球，就举中咗一个警告啦。就食品生意咯。嗱，个美国佬做食品生意嘅，佢话个美国佬。个流量都跌啦，又话同人唔熟，但系啲嘢咧就好清楚。系啊，大陆嗰啲黑粉一直留言，就插咗佢上去。他已经哪里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赚他那。喂喂喂喂，睇嚟而家系咁啊！佢下定决心要去美国噶啦。嗱，如果美国佬呢个人存在嘅话，佢下定决心要去美国噶啦。佢已经叫我老豆做以后嘅爸爸啦。把那个钱啊，滚得大一点，将来就日子好过一点，就这样想啊。我从来是不会想你们想那样子的。喂，大人哋喺美国大把钱，点解要山长水远去揾你啊？有钱都揾个后生噶啦，贪你明星咩？唔通真系啊？仲要扔埋个70几岁嘅老公 MTR 咁样嚟玩啊？啊，1823 1789啦，跌啦！啊，多谢158蚊嘅货金啊！如果河马都会有公司签有人帮，咁后面嗰班人都唔知乜嘢系对与错啦。以我所知，
应该是有人是帮紧佢嘅，有网红帮紧佢嘅，有啲嘢系人哋教紧嘅，好明显噶。就头先一开始讲啦，买推流，再等后面一波推流，我都冇讲过噶，我见佢做咗出嚟先讲啫嘛。嗱，1666啦，嗱会跌噶啦，留唔住观众啊，河马崩盘啦。头先2400几跌到落而家1600几啦，崩盘啦，河马。有咒可怕死，我都会把它捐出去的哦。如果我有能力，我有钱，我也还加倍来捐的哦。有先得噶，要他的钱的。佢都冇钱，你梗系唔要啦。到佢有钱嗰时候，你唔系咁讲啦。没能力赚钱太穷了，那个强度我还是可能会花的哦，会就是拿他，我也不是花。就是拿他那个钱去做，咁佢都冇钱嚟攞乜啫？做创业的本钱。啊，多谢10蚊嘅方金啊！不如问下各位男士，就算唔知河马所作所为，凭佢卖相同唔洗头，仲要带住个老公，会有人接受咩？你要埋我份啦、啊！你要埋我份啦、啊！1682，头先我见佢买咗100，头先佢系买咗100，佢系要顶住。那个数据啊，他现在要顶着个数据去1600以上啊，就算他落货都应该要在1600以上啊，他自己来讲，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合格线咯，刚才有几场都是这样的，总之挨近1500、1600这个数据就想落货，如果跌得太急呢，他就会买的，他不停科金的，现在来讲。哦，多谢10蚊嘅科金啊 ，M P 嗰度啊，多谢晒啊！哦，但系佢而家个推流咁样不停买又留唔住人，之后做直播真系能够卖到嘢咩？你而家做直播带货嘅话，你讲嘅嘢就系产品嘅嘢咯，大家只会更加冇兴趣嘅喎。而家你仲叫有流量，就因为美国佬嘛，你真系要以身相许美国佬啊！如果唔系，你单嘢完咗噶啦，唔系美国佬爆出嚟，就算你直播都冇乜新嘢讲啦。我唔知道美国佬系真定假啦，咁不过佢已经叫阿可伯做未来嘅老豆啦，咁即系话咧，阿何太而家个身份同可伯五个仔女一样，都系可伯嘅仔仔女女啊契女。啊！多谢38蚊嘅科金啊，3XL 西人中马大三破，好继续啦。啊，多谢38蚊嘅科金啊。哦，你话个美国佬系咪谂住死咗啲河马留俾河马，所以特登揾河马留俾第二个唔得，一定要留俾个够老有老公嘅。咁样讲，佢美国佬呢个人确定唔到有冇啊？有机会系剧本。有机会傻嘅，嗱1615啦，跌到去1500好唔好？啊，希望你崩盘落去啊！1615啦，河马指数1615啦，1593啊，河马指数。1593啊，河马指数。嗱，等佢跌，即系呢一波暂时咩都唔好做住，睇下佢跌唔跌落去先。佢一去到跌咧，一系就买，一系就闹人，一系就引你留言噶啦。他说给5万美金的话吧，一个月。那我还用我的老爸做工人吗？那我还不会帮他请一个人回来服侍他的，可以了哦。他说个美国佬一个月给5万美金去洗，一个月5万美金。那我就会请人来服侍我将来的老爸啦，是吧？喂，咁啊，河马好劲喎！个美国佬一个月俾40万河马洗，河马就用嚟养翻个老公。你信唔信啊？河马卖身救老豆，你佢又话同人冇倾到咁深入，人哋就话每个月俾钱你。喂，可伯呢镬大镬咯！那你们都口口声声说我骗我老公的什么什么吗？那我帮他
他这笔钱那我就功成身退了啊、我也要把他照顾好啦啊。喂，卖身养火吧，啊，几犀利啊！佢话美国佬俾$50,000佢一个月，俾佢做零用钱，咁啊之后即系等于系$400,000一个月啦。佢就用翻呢笔钱去养翻可伯，可伯就唔使做管家仔啦，做软饭王啦。你信唔信啊？喂，$400,000养只河马、哦，一个月、哦，大肚仔澳门人嚟啊！大肚仔澳门人嚟噶，我当他当老爸来相待的，那么哦，你还当他是工人，那不行啊。唔系咁，可伯到时仲有冇一万五次噶？喂 ，Over， 到时系咪135美国佬，246可伯？我听佢讲咩？佢嬲啊，嬲可伯啊！好细声啊！得啦，我又唔系真系啦，嬲啊！那你这个黄叔，美国黄叔绝对不是我那个粉丝朋友。你懂得好快就清楚啦。你不是他。可伯好紧张哦，那么有正能量哦。可伯好紧张哦。他不会这样子说这种话的。可伯好紧张哦，应该讲起美国佬，佢啊觉得头上绿油油啦。啊，多谢$5嘅货金啊。啊，佢即继续讲啦，继续讲啦。我听下可伯吟吟沉沉讲咩先。可伯大声啲啦。我而家都唔关心佢个指数啊，我关心可伯讲啲咩啊？可伯喺后喺隔篱吟吟沉沉，我戴耳机都听唔到讲咩。但系头先好似讲到啲美国佬嘅嘢，总之叫佢唔好讲，唔好提嗰个男人喎、啊。吓、啊，系啊，太多人留言推咗嗰个流量上去啊！太多人留言啊！唔系我另外开咗首音乐，系俾你激亲咯！你要讲出爆出我个中文个名，佢好嬲啊！你唔好再同我讲嘢啊！佢叫可伯，唔好再同佢讲嘢啊！喂，已经想踢走个老豆咯，老公变老豆，再喝个老豆，唔好同自己讲嘢啊！佢特登开大啲个声咧，想冚咗可伯个声啊！可伯讲多啲嘢啦，我哋想听啊！系咯，变咗老豆仲可唔可以搞噶？我没有答应你让他做管家啦，我只是在直播间那里说随便说说哦。佢又惊闹可伯，佢过嚟举报。管吓人的那种管家，知道吗？并不是说要他当我们的下人。你又话叫佢除草嘅上次。我不会让他受苦的。我又唔系好信喎，我又唔好信喎。想睇舞刀弄剑啊！我都想睇佢舞刀弄剑啊！喂，佢不停讲美国佬、啊，你讲多几次可伯，可伯就拿起把阿阳光十八指吉你噶咯、啊。啊！答应你啊，我没有答应的啊。佢而家系等紧个数据。佢要个靓数据都冇用噶，啲人唔买嘢都唔得噶。果园嘛，他可以去果园那里看帮忙啊，看工人做果园的事啊。哇，几得意喎！佢咧同人网上倾偈，就起晒人哋有几多家底出嚟嘅喎。大概不是那位。系啲乜嘢人嚟噶？啊？我
那个可以咁样起晒人底出嚟嘅咩？你好先，个美国佬咁有钱嘅，又几间屋，又果园，又花园，啊，特朗普啊，你个老公，你美国个老公，美国前总统啊，我打死都唔信咯，只要港纸五万都多啦。冇啊，冇办法啦！大陆嗰边啲黑粉系咁闹佢啊，佢个数据上咗去啊！你睇下而家个弹幕冇停过嘅，即系美即系大陆嗰边啲黑粉系咁闹佢，即系我哋呢边搞唔掂，我哋呢边已经做晒要做嘅嘢噶啦。大陆嗰边啲人控制唔到啊！佢讲到笑晒口咁。可白嬲啦！一讲俾个佬，咁要面嘅人啊，跟住咧就日日喺度俾人讲、俾人笑。而家你戴绿帽啊，可白，作为一个要面嘅男人，点顶啊？啊，多谢50蚊嘅科金啊！有把剑喺床嗰度，其实就真系唔系咁好噶。你谂下，阿可伯嬲起上嚟，冇刀弄剑咁点算啦？佢以为美国好似个厕所咁，话嚟就嚟，话去就去，好傻嘅一件事嚟噶。但是你要我以后的老爸当工人，我是不同意嫁给你的，不好意思。我要我的老爸当我们的管家管事，你懂了吗？啊，你咁样，是由他去处理啊，由他去监督那些小工人，那就行了吗？啊，会唔会变做命案噶？你咁样讲，即系你谂下，个前夫话做管家，然后你做老婆，即系话成个家庭个经济命脉咧，就俾你两个控制住咗。万一俾你两个买起咁点算啊？有冇谂过啊？成件事都恐怖噶、哦，系啊，佢咪杨千华咯，唱紧。等阵啊！哦，直播间集体留言啊，应该就唔好啦，暂时唔好住先。啊！佢而家个数据俾大陆啲黑粉顶咗上去咯，冇办法啦！你而家做啲咩个效用都唔系好高，要等佢嗰一波完咗先咯。系啊，而家2228啦，而家228，系啊，可能播俾佢美国老公听啊，啊！播俾佢美国个老公听，喂可伯，人哋隔空传情、哦，佢有个黑粉话，系咪带可伯过去瞓你哋中间？好癫哦！唔系冇办法啦，有大陆嗰啲黑粉，大陆嗰啲黑粉唔知道唔可以留言啊，咁变成好难。好难系将佢暗落去啊！加埋佢自己又买流量咧，你睇下佢呢波嗰个弹幕冇停过啊！佢不停买流量啊，等人闹佢，然之后系咁升，系咁升咯。你睇下升到2200几啦，咁样升法个数据稳定咗就好麻烦啊！佢啲歌重複重複又重複嘅，哇！轉下歌得唔得啊？何太，2127啦，2127，
个美国佬应该似系作出嚟噶，而家咁样睇似系作噶。而家变咗老豆啦，可伯死啦！而家已经咁样，但而家嚟讲，佢播够咁上下时间，仲会再有一波推流啊！佢个数据落唔到落去啊，太多人刷留言啦！你睇下，成版嘅留言都系闹佢啊！但系虽然闹得爽，但系夹起咗佢个在线观众啊！佢系有人教佢操作噶呢一波，冇办法啦。啊，多谢10蚊嘅科金啊！多谢10蚊嘅科金啊！佢再推上去应该会去翻2400几啊！而家唯有等啦，除咗等之外，冇嘢可以做到啊！但系讲真，日日咁样激下可伯，又话要揾个美国老公，又话要将佢变做老豆，未来嘅老豆，可伯顶唔顶得顺呀？你又开心啦，可伯听到啊，激心啦！1957。就变成老豆的爱嘛，另外一种爱，懂吗？懂。那种爱，那也是爱呀。1960啊，只要我有出路，我都会带上他的哦。何手能脚啊，带住他啊。可伯现在是可有可无的了。就算冇咗可伯，佢个心有冇可伯，佢个心都系美国佬嗰度噶啦，阴公。2026大叔的爱啊，都唔系大叔的爱啦，美国佬有钱过可伯噶嘛，佢而家移得系要即刻同阿可伯分手，跟住扑去美国佬度。但有一样嘢啊，如果你分咗手之后，美国佬佢唔带可伯过去，咁点算呢？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啊？唔带可伯过去，咁可伯点啊？他根本没有哭那天，唔喺镜头睇唔到佢，你梗系话佢冇喊啦。那我改嫁了，那我还带着他，那也没得说啦，是吧？那我证明我很爱护他啦，知道吗？真系恐怖啊！真系好恐怖啊！有情有义啦，讲到有情有义咁，一开始又话照顾佢，又系煎牛扒。即系如果我企喺可伯嘅角度咧，真系心都寒埋啊！叫你唔好讲，你仲一直喺度讲，你为咗流量咧，就冇理到一个老人家嘅心，好恐怖啊！即系你两个人喺埋一齐咧，唔系咁噶。你一开始又话煎牛排养佢，咁你一开始唔好讲啦，电视机有晒记录噶。即系我自己觉得啊，可伯。可伯真系多得你唔少咯，我自己觉得你冇人性嘅，净系谂住自己个袋，人哋话一个月俾$50,000你，你就日日睇住人，你连人哋个样都未见过，有冇呢个人你都唔知，但系你不停喺度伤紧可伯嘅心咯。不知道多少华人都不认识几个英文啦，人家照样生活，还在那边做生意咧啊。
1960啦，而家1960啊，会唔会跌落去呢？仲要播埋呢啲歌啊？攞警令镇庆啊，可白听到会点啊？嗱，佢播埋啲歌，到底攞警令镇庆啊？暂时睇睇佢个数据先，暂时睇睇个数据先，因为佢太多人喺度留言啦，佢太多人留言噶啦。人而家1918啦，睇下会唔会跌落去。佢知道冇流量嘅时候呢，就要讲美国佬，跟住呢就会有人出嚟闹佢。这个已经是一个流量密码。感化了眉毛很浓吗？妈还是这么红哦，掉了一点点还是这么红。嗱，1870啦，头先嗰波推流应该已经完咗噶啦。1874。谢谢铁熊熊送出的粉丝团啊。咁如果真系离咗婚，可白系咪冇人照顾嘅话？他又去了美国，辐射啊，那怎么搞呢？保护眼睛的，我戴着这个眼镜，我看这些屏幕，我对眼睛没伤害啊，就不会眼睛痛啦、干啦那种啊。不是啊，他再播多，他再播多几次这样讲啦，可白顶不顺的啦，现在已经很心急的啦，他在镜头面前一顶绿帽笠落去可白个头度，就算你冇同人发生关系啊，你都心灵出轨啦。何况如果见到人嘅话，你话佢会唔会同人发生关系啊？嗱，可白都咁爽手啦。我一出生我就是这样的双眼皮啦，我才不花那个钱，我都自己有双眼皮，还是割啊。1897啦，话而家咁样，对我好啦。佢又讲唔出啲乜嘢，我哋好难举报佢。美国佬嗰啲又好难举报到。佢而家收晒火咁样，又有啲人同佢稳定个流量，不断拆礼物，有啲黑粉喺度闹。1855156，佢应该收市会谂办法顶住去到1600啊！啊，多谢160 yen 嘅科金啊！夜市人啊，广东这边的，以前也是有人问过我是不是上海啊？嗱，1819啦，会唔会去到1700几呢？会不会去到1700几呢？其实我都惊可白会被他逼到癫的。这些东西可白是一个很刚烈的人来的嘛。你现在他有阳光十八指在手、他说要绑架绑竹筒跟仔女死过的嘛。咁如果河马真係出轨嘅话，咁到时可白呢就要攞起把阳光十八指喺佢身上面呢撒一套剑白。每一天的情况都会不同，知道吗？而家嚟讲太多黑粉喺度讲啦，我哋等机会啊。而家1772啊。1772。广西广东才是我的广东，知道吗？1743啊，喂，有机会落到1600喎，系有机会去到1600喎。就是爱玩，唔系爱玩，佢系养号，佢系养号，唔系爱玩，养紧账号，养够一个月咧就会带货啦。嚟
点的粉丝哦，那以后我做哪一个行业都是有。又想推财商啊？知道吗？做乜最近唔推财商嘅？什么钱啊？就是打好以后工作的基础就行了嘛。其实佢讲嚟讲去打咩基础啊？跌埋深水教去美国啦！我哋祝福你啊！唉，先一百日就话要改价啦，啱啱一百日就要改价，1794啊，唔系啊，你推到好上啊，啲黑粉嗰啲留言。1810，1785，1768，河马指数。佢系谂住带货噶，因为头先咧，佢讲。我同你分析啦，佢爆响口嘅，佢头先就话要累积多啲粉丝，之后做咩都得，佢系一定会带货噶。咁财商学院嗰度其实已经冇再讲过噶啦，自从爆咗出嚟嗰一单嘢之后，冇再讲过噶啦，湛江嗰一次。我多谢$10嘅科金啊，讲唔到财商就出美国佬呢个话题不得了。多谢$100嘅科金啊，有人教佢啊，肯定有人教噶。佢后面应该有公司或者有网红教佢啊，即系我哋分析过噶啦，已经。佢而家个数据就系俾啲黑粉顶上去咯。唔系黑粉边有咁好数啊？佢系日日喺度闹黑粉。试过啦。个数据好硬啊。是的，新老公以后的新老公不是。多谢$38嘅科金啊！多谢$38嘅货金，102啦。现在没有升值，现在依然是老公哦。那以后的路谁知道呢？说不定又真的，说不定真的会离婚，也不一定哦。哇，话未来有机会离婚哦。做老爸的是吧？哇，咁唔对路喎、你。离婚同第二个一齐，即系话一齐紧嘅时候，你已经俾绿帽佢戴，你唔俾佢掂。你新个男朋友同佢讲，你话啊，你唔可以同阿可伯一晚五次啦，同我一晚五次，咁跟住你就可伯就冇咗呢个权利啦。然后你又同佢离婚，你氹佢离婚。如果可伯唔肯离婚咧，你放心啦，可伯应该唔会同意离婚嘅，啊。我在这里啊，他没有睡觉，没有这么早的。佢都讲到咁，咪等佢数据落嚟啲先啦。而家个数据仲好高啊，太多人留言啦。佢话可伯想通咗咯，会离婚。他那天一下子上火啦，上头啦，他才那样子说。他后来都跟我说，他是一下子生气才那样子啊。是不是劇本来的？到底如果是劇本，可伯这样生气，老公做老爸，只是生仔，我也不知道哦。什么时候？是啊，婚姻这么儿戏，什么时候生吧。可伯之前讲过句的嘛，说离婚那天就是他死那天嘛。可伯说的嘛，你这样不如回到仔女那里。可伯你是不是男人来的？其实你咁样都接受到，佢同你离婚，跟住同我第二个一齐，吓、啊？他肯定能生咯，只是我可能不能生吧。系啊，佢话可伯谂通咗喎。咁大的打击。唔系啊，啲哪里还能？大陆嗰边啲人留言留得太犀利啦，顶晒上去啦，而家企硬咗喺千八啦。
身心愉悦才能容易怀得到的哦。有压力啊，是有什么各方面的，都是很难的事啦。其他佢啲弹幕都冇停过。我也是顺其自然啊。周老师应该系有警告佢嘅，听翻嚟。唔系你，佢嗰边留言留得太犀利啦！你睇下，直头闹到个留言海咁，就托咗佢上去咯。然后佢停留喺度，一直闹，一直刷佢屏，咁样搞唔掂啊！佢话可爸谂通啫，佢话啫，乜都佢讲嘅啫。可爸有冇出声啊？可爸而家系一粒声都冇出噶啦。可爸一粒声都冇出过喎。很胖啦，之前我比现在还胖十斤，我的脖子也不像人家那么透起身咁样，即系好多肉咁样。我唔系嗰啲噶，我不是那样的。嗰条颈啊，咁样睇啊，越睇越肿。可伯其实成件事输家喎，输得好金喎，可伯。仔女冇晒啦，450万冇晒啦，老婆跟老走啦，跟老走都仲要带埋佢过夜，笃眼笃鼻。可伯输得好金好硬咯。是完全输晒，一无所有的。你话你带佢过去，搞唔到签证咧，咁可伯系咪死喺香港定大陆啊？啊，都几自私嘅你个人，把口就话要带佢去边度，带佢去嗰度。实际上咧，实际上系咩啊？你带唔到佢过去，我当你有50000蚊一个月，你50000蚊你今一个月，你系咪喺度俾佢入住老人院啊？再攞综援啊？吓？有的人他脚是尖，他也说要减肥，也说他胖，你怎么说是吧？都真系几贱格噶。那是你。可伯你系咪男人嚟噶？上去抢嗰部手机，抌落地下，直播啦，直播你老尾啊，咁样啦。可伯冇再出过声啊，粒声都冇出啦，可能已经嬲到入咗房啦。可伯系咪男人嚟噶，老大？我是你就打死都不离婚啊，他又为你想通了，是不是真的？可伯你想通了要离婚啊？啊，你这样对人的吗？何太，多谢10元的科金啊。是啊，当着老公面要改嫁，其实是精神虐待来的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举报啊，但我听到他这样讲话是火滚的。他仲觉得好似好应该好应份咁嘅，系想煎佢两巴咯。即系你，佢完全系将所有仇恨吸晒上自己身上边。哇！呢种人真系 cheap 喎，系真系 cheap 喎，真系 cheap 到咧，系可伯喺隔篱都讲唔出声啊！原来唔系喺房，系响隔。平时可伯。是不停讲嘢噶嘛？我觉得你好惨咯，可伯。佢又公开话你冇咗能力，冇咗呢个能力，你嘅能力就450万超能力。然后佢又不停去讲呢啲嘢去刺激你，会唔会激到可伯？真系抌佢手机噶，我系佢真系抌佢手机噶，播你老尾咩？啱唔啱啊？离唔离婚都冇450噶啦。佢话即系有人觉得系剧本，有人就觉得唔系剧本。没有想到离婚啊！现在就还在这打仗啊！我信你啦，你佢而家系咩咧？佢而家系口担住一嚿，眼望住一嚿，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即系两样佢都想要，即系呢啲女人咧最唔要得噶，呢啲女人系最唔要得噶。即系我同紧你一齐，我个心谂住第二个。如果你见到佢咧，咁点啊？多谢100元嘅货金啊！
呢啲真係好賤格啊！係真係好賤格嘅人嚟噶，好認真咁講噶，即係呢啲係乜嘢女人啊？都已經唔係淨係能夠用水性楊花去形容噶啦。那我也是他親人。唔使駁嘴啦，乜嘢親人啫？你駁乜嘴啫？講乜啫你？可不叫你冇講啊！收聲啊！叫你仲笑。可伯都话你无聊啊！可伯叫你收声啊！可伯话你讲嚟讲去都三督屁啊，窿面啊！嗱，可伯而家系咪企喺黑粉嗰边啊？可伯而家系咪做咗黑粉啊？呢啲唔系我哋黑粉讲嘅，唔系我哋中粉嚟嘅。呢啲嘢唔系我哋黑粉讲嘅，系佢自己讲嘅。可伯冤有头债有主啊！我头先帮你闹佢噶啦，啊多谢20蚊嘅科金啊！支持可伯叫佢报警啊！你话即系河马骗财骗色，可伯唔使惊，勇敢企出嚟。周文强嗰边佢应该唔会再讲啊。就是这种这样的女人，可伯讲紧嘢啊，可伯讲紧嘢。现在不是老爸，现在是老公啊。你仲讲喎？可伯都叫你唔好讲啦，你自己仲要继续讲。可伯话你成个钟头都讲呢啲咁嘅嘢啊！可伯嬲啊喂！可伯嬲啊！你仲讲，人哋叫你收声喎，河马。把他当亲人看待啊！佢夹硬嚟想激可伯喎，佢好硬颈嘅。可伯叫佢唔好讲，佢仲要继续讲。可伯话佢讲嚟讲去都三督屁。啊！可伯真枯光，煎佢一巴炭啊！俾我哋睇下，掟烂嗰部手机。讲真啦，你唔好话直播，唔好话河马事件啦，正常人听到啊都嬲啦。你试下可伯而家有450万，你咁同佢讲嘢，你会咩？啊？可伯啱啱讲嘢啊，听唔听到啊？大家听唔听到可伯讲嘢？我头先较大咗个声音啊！哎，直播结束咗喎，佢删咗个直播喎，佢删咗直播喂，佢删咗直播喎，啊？佢删咗直播喎，而家收我皮喎，收我皮喎，佢 end 咗个直播喎。可伯头先同佢不停喺度讲，佢删咗个直播喎。大家睇唔睇到啊？即係话呢单嘢似係奶嘢喎，即係奶嘢喎，玩出火喎，多谢15蚊嘅科金啊！喂，玩出火喎，玩命喎，大家听唔听到啊？听到㗎嘛，係玩命喎，而家可伯同佢死啦，会唔会攞把阳光十八指过去斩佢㗎？可伯勇敢企出嚟喎，搵阿可伯伯做条专访啊！可伯伯应该唔制嘅，喂，应该係自己删㗎喎，头先嗰个直播係自己删㗎喎，开片喎，开片喎啊，好正喎，好顶瘾喎。咦，唔係喎，唔係自己删㗎，原来係中断啊，原来中断啊，举报啲咩啊，我哋有人举报咗佢喎，喂，中断咗喎，举咩中咗啊？喂，我俾大家睇睇，我俾大家睇睇，
唔系可白色机咯，系俾人中断咗咯。我俾你睇睇，啱啱中断咗啊！原来系收过佢皮啊，系有人唔知边位勇士收过佢皮啦，中断直播间啫。嗱而家9:07，嗱就已经对用户进行呢个中断直播间嘅处理，开大片啦，梗系开大片啦。你谂下，佢而家咁嘅款仲唔开大片啊？啱啱可伯系咁叫佢，可伯系叫过佢好多次，同佢讲：喂，唔好讲啦，讲嚟讲去都三督屁，我唔中意听啊！可伯系不停不停去讲呢一样嘢噶，咁但系河马佢冇理啊，即系你见到佢咧，其实咧就是、你越同佢讲唔好，佢就越系要做嘅，佢有一种反叛嘅心理噶，呢啲女人好恐怖噶，即系你同佢讲到明，我唔中意啊，你唔好再做得唔得？你唔好再讲啊！跟住佢系越要做俾你睇嘅，佢话俾你听，我唔受你控制，我系一个独立嘅人，佢咁样嚟玩嘅。呢啲人，你同佢一齐会好辛苦嘅。一开始你有钱嘅时候咧，可能对你千依百顺，但系后边如果你冇嗰个钱，你冇嘢，冇个主导权嘅话咧，你同佢讲乜，佢又觉得而家我养紧你啊，你收声啦，咁样嚟玩噶。呢一种人系好恐怖噶，已经系叫做。我而家觉得唔似剧情喎、我而家又觉得唔似剧情喎、一开始我觉得似系剧情嚟嘅，但系可伯嗰把声你大家都听到噶嘛？可伯嗰把声头先系不停喺度吟吟吟吟吟吟吟，跟住阿何太啲气好屎嘅，佢系用对眼咧叫可伯收声嘅。头先系中断直播间，应该唔中断嘅话咧开拖多次啊！我系可伯真系抌出烂嗰部手机啊！我讲真噶。分都未嚟，你又喺度讲人第二个男人点好点好点好，而家佢唔可以一晚五次咩？啊，系冇钱啫，佢仲有身体噶嘛？咁佢冇钱之后咧，嗰成个态度系变晒嘅，即系呢一啲人系非常之恐怖嘅。我真系我而家系开始替阿可伯担心啦。咁唔知五个仔女救唔救到佢咧？不如索性离婚算啦。睇下五个仔女有冇得掹啦、啊！你咁样搞，你谂下咁样迟早激死佢噶。佢喺隔篱叫咗好多次，今晚系叫佢好多次，叫佢唔好讲啊！佢仲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可伯真系话佢，你讲嚟讲去都嗰三督屁，同系咪同我哋平时讲嘅一样啊？我哋平时都话佢讲嚟讲去三督屁噶。嗱，你可伯而家感受到啦，你老婆啊，而家点样对你呀、啊？攞唔到錢啊，就咁樣對你啊！有個新嘅人啊，同佢講啊，話每個月啊可以俾$50,000佢啊，我唔撚信啊！即係有乜可能啊？一個月俾40萬養河馬，有乜可能啊？呢個人咧，如果係照啱啱嗰種情況嚟講咧，似係有啊，似係有嘅，唔似劇情喎、啊。係啊，哇！啱啱舉報中咧。就是话佢穿着暴露擦边、哦，咁都得、哦，系举报咗佢穿着暴露同擦边咯，好搞笑、哦。系啊，点佢应该嗱，佢而家有把阳光十八指喺度噶，可伯会唔会啊喺阿河马块面嗰度撒翻套剑法咧？啊，等阵啦。找不到可怕的人呢，是啊，出鞘啦，可怕的宝剑出鞘啦，不怪得知啊，可怕啊，他今天啊走去练剑啦，今天他是拿了把剑去练剑的，可怕啊，准备随时跟他死过的啦，原来把剑应该是可怕喜欢想要买，用来呢必要时候跟河马开拖，即是你肥尸大只，我不够你来的嘛，擦边真是穿着暴露啊！擦边真系露啲衫出嚟，揾到揾唔揾到可伯人啊？啊，可伯加入我哋黑粉啊！揾到人先得噶，可伯佢嚟加入我哋啦！我哋帮你声讨河马好唔好啊？但你唔好同佢离婚，你过嚟我哋呢边声讨佢，日日喺屋企嗰度对住佢笃眼笃鼻。哇，有片睇啊！啱啱你睇到噶，啱啱你睇唔到咩？啊、可伯喺隔篱喺度吟吟吟咁样讲嘢，一路咁样讲，一路咁样讲、哦，
我系估唔到个剧情变到咁喎。自从个美国佬出现之后咧，佢哋之间就开始出现一个裂痕啦。美国佬同河马之间到底边个会赢呢？唔系美国佬同可白之间边个会赢呢？可白系咪变做管家仔呢？梗系啦，喂，大佬啊，你作为一个男人，嗱，我问啦，你而家呢度，你有几多个系男人啊？应该男女比例一半一半噶嘛？如果你系可白啊，唔好话你系可白啊，如果你个女朋友或者老婆啊，你哋一齐紧嘅时候讲啲咁嘅嘢，你点啊？我叫佢躝噶啦，我真系叫佢躝噶啦，你真系你唔好喺我面前出现啊！你一而再，再而三讲啲咁嘅嘢，揾个第二个咪衰咯。系咁样，系佢系咁样刺激可白啊！多谢15蚊嘅货金啊！佢刺激到可白，叫做已经顶唔顺噶啦，系爆发噶啦。可白其实定咗好耐冇讲嘢噶啦，我唔知佢系咪听到我哋讲嘢受到刺激啦。因为以我所知咧，佢听到我哋嘅直播间讲嘢嘅，即系有几个台同时播佢有听住有听到噶。咁你见到，喂，你哋讲啲嘢唔系冇道理噶，系有道理噶。仲一齐紧嘅时候，你竟然就不停喺度同我讲第二个男人点好点好，第二个男人俾几多钱你，即系咩啊？一个要面嘅男人呢，就会觉得你真系话我废，话我冇用。咁第二个男人劲过我，第二个男人50几岁仲后生过佢，咁可白可以一晚5次，咁呢个男人就一晚7次噶啦。可白，你真系听听我一句劝啊！煎佢两巴先，煎佢两巴先，真枯光啊！你而家似咩啊？你而家似阴春啊？你睇下你俾人恰到上心口啊！我哋直播啊，几千人睇住你俾人恰噶，自编自导自演。如果系头先嗰一样嘢呢，我又唔觉得似自编自导自演喎。自编自导自演啊，河马啲戏边有咁好啊？会咁样？去掘人喎，河马啲气冇咁好嘅，应该系有呢个人喺度嘅。咁但系嗱，就算你话演戏啊，演戏嘅话，可白唔会去咁样骚扰人噶嘛，唔出声咪系咯。你一骚扰人，佢成个直播中断咗噶，佢系块面都窿晒噶。如果系演戏嘅话，块面会唔会窿晒呢？等阵啊！留意河马去向，佢而家咁样可白好惨咯，而家咁样可白好惨咯，可白系啊，自取其辱啊！你本来乜都有嘅，有屋企啊，有仔女，有孙仔，有450万，你想做乜都冇问题嘅。但系嚟到而家今时今日咧，你一无所有啊，可白。太肤浅啊！咪咁讲，讲翻一个男人嘅心态啫。你可以话佢系做戏噶，我头先都话咯，我分唔到佢到底系做戏定抑或真有其事啊嘛。咁但系如果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肯定同佢死过啦，即系你躝啦，啱唔啱啊？即系好简单啫。呢样嘢我又唔觉得肤浅喎。即系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个老婆、你个女朋友喺你隔篱。或者直播公开讲啊，第二个男人点好点好，第日同佢一齐，喂，你唔嬲噶，啱唔啱啊？我继续啊，可白激到中风啊？会唔会激到中风啊？应该唔会啩？如果激到中风嘅话，咁咪要啊河马帮佢换纸尿片。有冇钱去医噶？哦，佢哋即系我就怀疑一样嘢，佢两个有冇咁好戏先？即系呢一样嘢系我最怀疑嘅，系男人都沾班佢啊！嗱，就算你系女人啊，你换转系你啦，你个老公或者你个男朋友同你讲啲咁嘅嘢，你会唔会同佢死过啊？你肯定会同佢死过啦，点会放过佢啊？而家可白仲有把阳光十八指喺手嘅，可白好冷静啊！嗱，我话你知，去到一个咁嘅年龄呢，其实系多少有啲自制力嘅，系多少有啲自制力嘅。
咁跟住咧，可伯佢而家系依附喺河马身边嘅。如果可伯系炒大镬嘅话，佢喺阳江咧，佢系冇地方去嘅。佢系唔系离家出走咧？冇可能。佢有冇钱住酒店啊？住咗几多晚啊？微信嘅银包有冇钱啊？支付宝有冇钱啊？所以佢好克制噶啦，可伯。即系如果系以一个食软饭嘅男人嘅心态嚟讲，应该已经好克制噶啦。但系估唔到河马系步步进逼，跟住去逼到佢咧，系要喺镜头后边出声啦。系啊，可伯之前仲有个女带佢游山玩水噶嘛，咁啊见到有张咁嘅图噶嘛。等我阵啊。咁啊见到有张咁嘅图，就喺 Facebook 嗰度出嚟嘅。在公海那里的，找回张图先。在公海那里的，可伯老婆关注组那里出现的，今天见到可伯宜孙满堂的，挺开心，笑得挺开心，宜孙满堂啊。那现在就变成管家仔咯。有什么计啊？迟早六国大封上啊！我唔知道有冇机会迟早六国大封上喎、啊。但系你谂下、啊，而家已经变成管家仔咯，你睇，管家仔，我有次同你讲，你过嚟啊，我要嫁俾美国个老公啦，管家仔。系嘛嗱啱咯啊！阿何太又中意林峰咯。咁啊，可伯啊，做管家仔咪一样做林峰，佢有把阳光十八尺系可以嘅，系可以自保嘅。可伯系冇地方去噶啦，即系你成日谂到佢好似好冷静咁，你有冇谂过可伯如果发围嘅话，佢之后点先？即系你去到一个人咧，你一个人咧去到一个无能嘅情况，去到一个无能嘅情况，就会系叫做。出奇地冷静，忍住自己嘅怒火去讲几句，佢就系讲完几句之后咧，就俾人举报到落咗架啦。河马快啲复播啊！应该都未必复播住啊，暂时我睇佢应该未必咁快复播住噶啦。下个月应该大结局啊！收咗公屋之后佢仲癫啊！话你知，等阵啦。容忍有限度啊，但可伯其实恶唔出样啊。而家呢个阶段，可伯可以恶成点啊？一无所有噶咯，个身可能得翻生果金，翻到香港有冇地方住啊？佢冇得暂住嘅话，只能够去庇护中心啦。咁而且佢户口有钱噶、啊。佢攞唔到出嚟啫嘛，即系你左搞右搞，可伯可能瞓街啊！最坏情况，即系假设河马系跟个美国佬走咗嘅话，可伯冇地方去嘅、啊，阿妈话咁点算啊？可伯唔通真系要放手放开所有啊？悲剧收场啊！可伯出剑啦、啊！小红书啊，佢去小红书播啊？啊，我睇一睇啊，佢去小红书播咩？我抄一抄啊！暂时我都未睇到、啊，未睇到佢话去小红书播、啊。估计今次佢停几耐啊？我唔知啊，啱啱封禁咗啫，唔系话停佢几耐，中断直播间啫。哦、啊，多谢三蚊嘅科金，38蚊同10蚊嘅科金啊！诶，嗱，收到了喎、啊！有个人话佢自己系美国皇叔、啊，我睇下个料真唔真啊？哦，有个人就叫美国皇叔嘅，我睇一睇。我望一望先，
有个人就话个美国佬呢就係开出嚟玩河马嘅，就有人发咗俾我，俾大家睇一睇啊。你等我一阵啊，你等我一阵啊，我发上嚟啊，我俾你睇下。佢就话纯粹开嚟玩河马同激河马嗰个号，咁结果呢河马就信咗啦。我睇下系咪啊，即係我呢样嘢人哋发俾我，我唔知真定假。嗱，佢同我讲就係呢一个号咁样啊，美国王叔就纯粹开嚟玩河马同激河马，我睇睇佢有冇关注河马先。我睇一睇先，我而家查一查。9844090505656。个号唔知揾唔揾到呢，呢啲咁样嘅号，美国王叔，我揾唔到个号喎、啊。揾緊。美国王叔，手机睇下揾唔揾到。而家揾緊。揾唔到囉。可能呢啲新号嚟呀。揾唔到呢个人呀。而家揾唔到呢个人呀。新号嚟呀可能。我再揾多次呀。因为唔系好熟呀。河马准备再开播喎。哎，找到啦，美国王叔。咁呢个美国王叔呢，唯一关注嘅就係千羽 BB 囉。我开埋先。呢个美国王叔唯一关注嘅就係千羽 BB 啦，河马准备再开喎。封佢十分钟啊，佢会再开啊，我俾大家睇一睇啊。封佢十分钟，我俾大家睇睇啊，就睇两样嘢啊，一个就系嗰个美国王叔。等我阵啊，我 send 翻张图去自己度先，因为头先都唔记得咗 send 美国王叔嗰张图有啦。嗱，听埋呢个先。等我阵啊，开翻啲嘢。捞紧，嗱呢个你听听。十分钟，嗱俾平台 cut 咗十分钟啊！平台 cut 咗，话封十分钟，依家都可以开啊，但系我费事开路由佢先。听唔听到啊？啱啱。十分钟，佢先。嗱，佢话再开咗啦，一阵间。咁我哋阵间等等啦，我攞埋佢美国王叔嗰张图俾你睇睇啊，等我一阵啊，而家捞紧啊，美国王叔应该系佢啦，似系俾人俾黑粉玩喎、啊，而家咁容易相信人嘅咩？嗱，呢个美国王叔咧，唯一关注嘅就系何太啦，咁点算啊，管家仔？原来真系有呢个人噶、啊，系咪真系用嚟玩佢噶，管家仔？等阵啦，我睇一睇啊。佢话有冇开啊？佢话费事开有佢先啊。我系费事开有佢先、啊。哦，我睇多次佢头先段片先，因为头先我挂住搵嗰张相咧，我未睇啊。我而家开翻佢先。啱先可能我噏错咗，因为我头先冇留意佢讲嘢。我而家开翻先。如果佢唔开嘅话，倾多阵收皮啦。
啊？嗱，睇睇啦。系啊，又俾平台 cut 咗，话封10分钟，依家都可以开啊，但系我费事开路由佢先。跟住佢话真河粉，我今晚就喺六群讲之前管理完呢两日发生嘅事。啊，嚟咗群嘅人又被录屏啦，有啲人啊截埋屏俾佢睇，俾佢听啊，喺度挑拨佢哋之间啊，佢话咩合作咩交易啊，跟住又话质问嗰啲唔知乜鬼嘢啊，咁啊总之就系嗰啲群组管理员之间嘅是非啊，佢费事开，佢而家费事开咧，会唔会有一种可能性咧？就系佢同阿可伯嘈紧交，唔开啦。喂，大家觉得有冇可能呢？如果佢同可伯嘈交嘅话，你觉得佢如果佢同可伯嘈交嘅话呢，你打个一字，你觉得啦啊，完全就系叫做攰啦，唔想开呢，你打个二字好唔好啊？大家认为呢？我觉得似系嘈交咯，点算啊？美国黄叔，黄叔个名咁威，点算啊？管家仔，你点够人争啊？而家？啊！强敌唔通真系要放手放开所有啊？我哋全网呼吁可伯现身好唔好啊？啊！喂，我哋集下气，叫可伯现身镇富江，可伯镇富江啊！等阵啊，我睇一睇啊。啊，继续啦，继续啦。呢一个我唔知道系咪啊？有人就揾咗一个叫美国黄叔嘅人啊，就话佢系黑粉啊。咁我唔知系咪啦。啊，多谢科金啊，多谢科金。喂，可伯镇富江啦，吓、啊、太监对黄叔啊，系、哎、啊，太监对黄叔啊，而家我睇睇。嗱咁，其实可伯而家咁样个状况都好危险噶、哦，佢嘈又唔够啊，河马嘈打又唔够佢打，得把阳光十八指，一开就要见血噶咯、哦，会变命案噶、哦。可伯唔好冲动啊，一把年纪唔好冲动啊，会你咁样好有机会系误伤河马噶，系咯。嗱，大家都觉得啦，应该系嘈紧交啦，啊，唔知啊嗱，咁其实嗰个咧就有人 send 俾我嘅，就话有人怀疑佢系玩河马，系怀疑佢玩河马，就有人 send 咗俾我，就话呢一个就系嗰个美国佬啦，啊，佢而家啊关注咗佢咯，美国黄叔咯，见血封喉。唔系讲嚟讲去都系三督屁，到底系咪呢个人呢？吓？我问下有冇咩先，我问下先，我再问下先，你等我阵啊，我问下有冇对话记录先。佢讲到成5万蚊美金一个月咁犀利咁巴闭，大佬有5万蚊美金一个月我都想去啊，美国。就有冇啲美国王者啊？有冇啲美国王大姐啊？啊，咁咪快啲 send 封 email，send 俾我好冇啊？啊，公公对王叔，我喺大湾区唔知边个嚟嘅，但我知大肚仔系澳门人咯。梗系而家打紧交啦，啱啱嗰单嘢啊，可伯啊，喺度吟吟沉沉，吟吟沉沉啊！啱啱我都听到，我啱啱听到有个美国佬叫黄乜嘢，我都听到爆咗人个姓，咁啊应该系噶啦，唔系黄老头啊，黄老头广州噶嘛，啊，有人举手话自己系美国黄叔，啊，有冇对话记录啊？如果系搞笑嘅话就顶人咯，我睇睇。我睇一睇，
暂时未有对话记录啊，暂时未有对话记录。大三婆闹佢，喂，你为咗一个虚构嘅人，你走去唔要自己个老公，一试呢就试到自己个真面目俾大家睇咯。即系我哋呢度啱啱少少地啊，都有几千人同时在线啦，系几千人喺度睇佢啊。唔系咪鬼信唔信佢啊？咁反正有料嚟到，咪俾大家睇咯，吓、啊。咁反正你都想知道发生紧咩事噶嘛？50,000美金点止包明星仔啊？包两三个月都得啦，仲一个月包只河马、啊、傻嘅咩？我系美国皇叔，有乜可能啊？我自己抖音都冇咁多号啦，我自己抖音得两个号。咁肯定阿伯唔俾佢玩啦，阿伯一早已经系咁讲啦，佢话你唔好再讲得唔得啊？吓、啊，讲嚟讲去都嗰三督屁，跟住头先讲到话讲到个王字嘅，好似我头先有听到嘅，你讲起我有印象，咁我听到个王字，跟住咧阿河马就嬲啦，哎呀，你做咩爆人个姓出嚟啊？人哋个名嚟噶，咁结果而家咪濑晒嘢咯，吓、啊，而家濑嘢濑到认一认咯，杀猪盘啊！我唔识分系咪杀猪盘啦，等我窒啦，我炒晒我冇啊，哦唔系啊，嗰个号系新开嘅，系啦，嗰个号新开嘅，今日先讲嘅啫嘛，都唔系之前嘅，我复人啦。佢之前已经讲咗几日噶咯，美国佬系咪真系有美国佬噶？到底吓啊？佢而家呼吁美国皇叔打上日更啊？哦，咁嗱，讲真，我哋观察一下先，睇睇有冇仲有冇新料先。如果有新料，再同大家。玩下，咁你而家同佢讲啲咩咧？佢都以为你系黑粉嚟嘅。咁佢关注咗个列表，系佢觉得你系可以揾到个美国皇叔出嚟噶嘛？佢个关注列表嗰度系可以睇到噶嘛？啊，封烟就唔好啦，你根本证明唔到呢个美国皇叔系咪就系佢嗰个契家佬啊？咁啊！俾人话我哋做假就唔好啦，我费鬼事啦。等我一阵啊，大黑粉黄叔，咁讲真啦，你以佢而家嚟讲，肯定嘈大交啦，嘈到拆天啦，而家可伯点算啊？震枯江震唔震到啊？啊，因为佢而家嚟讲，只能够喺度发下脾气嘅啫。为咗一个咁样嘅人啊，哦嗱，除咗系衣着暴露之外咧，仲有一样嘢就系、是、搞到佢系中断直播间嘅，就话佢洗脑式教育公众，带住年老嘅丈夫改嫁，公开谈及将个老公转做父亲，啊影响公众对社会道德嘅教育观念。嗱，呢张图片俾大家睇睇啦，佢 send 咗俾我，好似一两次啦，啱啱唔方便开唔到啊，我睇下而家开唔开到俾大家睇。嗱，呢一张就啱啱嗰个原因啦，就系话佢哋洗脑式嘅教育啊，洗脑式教育。我弟弟仲有冇花生啊？弟弟仲有冇花生？哦，唔系。啱啱系有两个嘅，啱啱有两系有两个嘅。佢原本嗰个唔系呢个嚟嘅，系有两个嘅，系有一个咁嘅人嘅，系有嘅，系啦。哦，有人就话一举就中啦，就系、是、嗰个老人啊，再旁用广东话说话就博眼球，好多人都举中咗、啊。咁但係佢封十分钟咋嘛，个殺伤力唔係好大囉。喂，咁到底个美国佬系咪嗰个美国佬呢？嗰、那个美国佬系边个嚟嘅？边度嚟嘅呢？吓、啊、喂，如果头先讲嗰个美国皇叔
唔系同佢倾开嗰个美国佬，咁即系话可能系真系有个美国佬，而家佢哋开紧拖噶咯。以河马一个咁坚韧嘅性格，佢会特登停播唔开，即系佢会同你啲黑粉死过噶嘛？以佢个性格，咁佢而家都唔讲嘢，唔成又唔开拖，咁肯定有问题。可伯应该同佢死过噶咯，吓、啊？等一阵啊！系啊，啲理由笑出声啊，唔系举乜都中，你举中咗一次咧，后边基本都会中噶啦。啱啱河马嗰块面啊，系黑到震噶。美国王叔啊，真得斯啊，纽约迷，佢话美国佬有几层楼，又会每个月俾$50,000佢使，跟住仲有好多工人，仲有个果园，佢就一定咧要带埋个老公过去啦。等佢做管家仔，做林峰啊！阳光人民帮手报警，点解啊？河马块面有五个指引，我又见唔到、啊。可伯未必知边个系美国佬嘅，佢见到有人留言啫。佢见到有人留言，佢就喺度嘈。佢见到吓、啊，你平时自己倾偈都算啦、啊，你而家仲喺直播嘅时候，你仲走埋出嚟，你系咪当我死噶？啊！我圈哥都仲生勾勾，你就已经谂住改噶？啊！佢咁样嚟讲噶嘛？应该系咁噶啦。阿黄叔，咁多钱点会揾你河马？激死啦！而家开紧拖噶啦，肯定系开紧拖噶啦。你觉得系咪开拖啊？啊！美国佬啊！即系佢谂住摇身一变变成美国人豪门啊，进入豪门啊，点知而家豪门梦碎啊！佢太抵气自己啊！嗱，你又唔能够咁讲嘅，佢而家咧当正自己大明星噶嘛，当正自己大明星嘅情况底下，佢觉得喂，而家有人追我、啊，仲得掂嘅。即系我而家明白点解咧会买把阳光十八指啊！我亦都明白点解阿可伯咧就走去练剑啊！原来而家可能攞紧把剑喺度开紧拖噶啦！阿可伯咧就喺度攞住把剑喺度揈嚟揈去，咁样去吓只河马，好正喎、啊！喺度公开同阿黄叔调情啊！唔系头先嗰个美国黄叔系个新号嚟噶，唔系嗰个美国佬嚟噶。系啊，我以为系嗰个美国佬啊，系一个新号嚟嘅。啱啱佢复咗我啊，搞出人命啊，点算啊？佢肯定离唔到婚噶，可伯点会同我离婚啊？打剑未开封嘅，我估可伯边够胆啊？啊河马一嘢就通手入白刃，然后一拳中落去可伯块面度啦。而家系公公战王叔咯。咦系、哦，你系讲得啱喎、哦！阿可伯变咗老豆可以收礼金喎、哦，但系礼金点会轮到可伯啊？嗱，你谂下个礼金咧，就应该系阿河马个阿妈收嘅，咁啊嗰个钱咧就其实都系落翻河马袋，就唔喺可伯手噶。我觉得如果真系有$50,000嘅话咧，阿可伯就要俾阿何太送啊，而家唔知系咪何太啦。俾阿小叶就送咗去香港嘅老人院，咁啊送去香港嘅老人院之后咧，咁佢就阴功咯，阿小叶就去咗美国咯，唔知会唔会 keep 住俾钱佢啦？黄叔啊，等阵，我问下嗰个布料用唔用得先，用得我铺上去。有人录咗段片俾我。系啦，有讲咗好多嘢，我问紧用唔用得？如果用得我铺出嚟啊！等阵啊，好癫咯、啊！佢今日个情节癫到咁，你喂我想问大家、啊，到底似唔似系做戏啊？而家大家觉得我分唔清楚到底系咪做戏咯？已经要改价噶咯、啊，一件何管家。啊！一剑怒斩河马啊！六武剑法嗱、啊，我铺条片俾大家睇啦，我铺条片俾大家睇啦。啊，等我阵啊！
我捞捞先。系喺六频道讲嗱呢度，同之前嗰个管理员呢两日发生嘅事嘅嚟咗勤嗰啲事嘅，咁又俾六频有啲人截屏俾佢睇啊，俾佢听啊，又喺度挑拨佢同我之间啊。佢用呢句话问我，佢话咩叫合作啊？我同你之间嘅合作冇钱银交易。點叫合作啊？見到呢啲人來質問我，我咪同佢講咯。我同佢講，子欣，我同佢講，多謝你呢段時間幫我手。如果你咁唔妥我，咁唔中意我，你可以拉黑我，唔該。我係同佢講呢句話，係嘛？佢根本真係太俾人哋嗰啲黑粉牽住佢走啊！依家冇辦法嚇。其實咧，我哋都好感激嗰個神氣之光曾經喺呢個群裏面咧，好用心咁去為我哋群友去服務，係嘛？呢個佢嘅付出，我哋係可以睇到嘅。咁既然佢走咗嘅話，阿何太啊，即係我覺得咧就冇必要話去同佢去糾結太多嘢啦。走咗就走咗啦，一切都過去咗啦。以後唔好再提呢個人，由得佢啦。我覺得應該咁樣。因為畢竟咧，佢都付出過，係咪？我哋群友有目共睹嘅。既然即係同阿何太嘅理念夾唔嚟，咁就好聚好散咯，係咪？何太又唔需要為咗佢再去講太多其他嘢噶啦，係嘛？哦，即係佢群組內控啊！好聚好散。佢個群組內控啊，有管理員係黑粉管理員啊，有管理員做咗黑粉管理員，跟住踢咗人走啊，內控啊。佢唔係黑粉，佢只係你有冇咁樣誣衊佢嚇？呢位粉絲，佢只係中咗黑粉嘅計啊，上咗黑粉嘅圈套。就搞到佢造成我同佢之間咁樣嘅結果。你話佢啲人係嘛？咁都話咩要有錢人之間先叫合作？當時佢幫我手話清除咩咩黑粉啊，我仲～喂，咁佢又讲得冇错喎，係有钱人关系先叫合作㗎嘛。冇钱人关系嘅话就係佢帮你手啦，唔係合作啦。合作係大家要有得益㗎嘛，佢冇得益㗎。成件事佢帮你做管理员有乜得益㗎？即係唔叫合作，佢意思可能话係我帮你嘅，我义务帮你嘅，咁就唔係叫合作。应该係咁。同佢讲啊，佢有咩会同我讲㗎嘛，商量嘛，咁我都会同佢讲。合作愉快，有冇成日會犯呢啲字噶嘛？咁既然依家合作唔嚟啦，啊理念唔同啦，嚇，唔合一啦，咁咪叫做合作唔到咯。所以佢竟然又用呢句話合作嚟質問我喎，嚇話佢冇我同佢之間冇錢銀嘅交易嚇，點叫合作又問我喎？我直情唔使睬佢，唔使理佢，我係同佢講聲。啊！一直以來，我同佢講呢段時間嚇、啊，我同佢講呢段時間嚇、啊，你幫我手，我多謝你。我同佢講嘛嚇啊！我唔係話你對我咁唔妥，咁唔中意我，你可以拉黑我，唔該。我咪話佢。係啊，我有一個都係忠粉都嚇、啊、都知佢同知我嘅事啊嘛，都都。同我哋講啊嘛，係咪啊？好聚好散啊嘛，係咪？既然合作唔到，係嘛？都要同佢講聲多謝，都要佢都有咁樣教我，咁樣同我講啊嘛，係咪？所以咪係講啊嚇合作唔到，咁咪係咪？咪講個合作唔到咯，即係佢又執住呢句要合作唔到嚟質問我咯，嚟懟我咯嚇咩叫合作啊？啊！我同你之間冇金錢交易，啊、就話唔叫合作。哎呀，真係咁啊！的確冇金錢交易嘅喎，做你啲管理員都冇錢賺嘅，人哋義務幫你嘅啫喎，義務幫你啊，對人客氣啲啦，
有冇道理啊？真的是。好，仲有一段嘅，好似仲有一段，我哋听埋啊。哦，仲，哦，睇到啦，睇到啦，睇到啦。哦，嗰段系我见过噶啦，铺过噶啦。嗰段我见过噶啦，唔用噶啦，系啦。我唔知神曦之光叫咩，唔识呢个人喎、啊，咁不过佢就话中咗黑粉计喎，啊，佢中咗黑粉计咯，而家就搞成咁咯，成个群都散嘅咯，如果系咁，啊，散晒噶咯，一人一蚊打一巴，河马仲好赚，佢唔制嘅，佢睇唔起呢啲钱嘅，一人一巴要赚十万，唔系即系十万巴。出手高少少啊，十蚊一巴啦啊，佢十蚊一巴佢顶得顺嘅，一蚊一巴顶唔顺嘅啦啊。哦，好，其实佢系好多黑粉嘅、哦，基本上连粉你管理员都系黑粉、哦、啊，求千尺就系子欣啊，咁惨啊！义工嚟嘅啫喎，做义工跟住仲要俾人当伙计咁闹啊？啊，唔啱数喎，义工嚟嘅啫喎，啊，仲黑粉计又喺度讲嚟讲去，咁但系嗰啲你啲姊妹嚟嘅喎，系咪嗰啲姊妹啊？系咪求千人啊？我唔知系咪求千人啊？我唔识啊，我冇留意嗰啲管理员啊。咁但系我喺度呼吁，喂，可伯。振呼光啦出嚟，唔好匿埋啦，可伯不如自己开个抖音号直播啦，啊，佢日日咁样喺度同你讲美国佬都唔掂㗎喎，佢讲美国佬你就喺隔篱开个直播喺度闹臭个美国佬，啊，要振呼光先得㗎嘛，你唔能够咁样㗎，而家你系一无所有㗎、啊、你明唔明啊，你而家嗰个哎呀老婆呢佢又开咗个账号但又冇带你出镜喎、啊、咁佢赚到钱就同你无关㗎喎、啊。咁你不如自己出嚟啦，啱唔啱啊？自己出嚟啦，好伯伯啊，做翻一个老年网红啦，个号系你嘅，就自然冇人举报你啦。老人都可以出镜噶嘛。我神曦之光啊，系啊，佢头先就嘈交，跟住咧最后话断咗，俾人中断咗个直播。但系其实佢可以开翻直播嘅，但系佢就唔开，佢就冇开啦。咁结果。就是一路好似而家咁样咯，阿管家仔，我有嘢同你讲，过嚟，喝狗咁喝啊，系啊，我支持可伯开咪噶，喂，你数臭啲仔女啊，都识自己拍片啊，你而家要数臭个美国佬啊，如果唔系你顶绿帽啊，你顶帽啊就唔系黑色，唔系法拉利噶啦，你顶帽啊就系绿色嘅法拉利噶啦，你咁样唔得噶，可伯。即系做男人要坚强啲啊！唔好俾人牵住鼻子走。如果唔系你唔识上网咪学咯啊！你够唔识拍片啦、啊，可伯。咁我之前都拍嗰段片闹仔女啦啊！点会有嘢唔识噶？你而家要捍卫自己嘅主权，好似啲猫猫狗狗咁样啊，喺地下屙督尿咁样先得噶嘛？你就喺网络世界嗰度屙督尿啊，话俾人知你有能力去唱衰翻佢转头嘅。喂，你谂下，如果真系分手，可伯能唔能够唱衰佢呢？如果可伯系有账号直播嘅话，系可以数臭只河马噶、哦。如果唔系，你而家系乜武器都冇噶，可伯啊，醒少少好冇？阿东张上电视都好劲噶，好猛噶。咁而家佢唔出声咯，啊，而家就系匿喺镜头后边。头先阿何太啊赞紧美国佬嘅时候啊，佢都唔敢出声啊。咁后来啊，可伯咧顶唔顺啦，个心顶住，戳住咧，就开始讲啦，啊，就喺度濑嘢啦。咁讲真，你而家咁嘅款啊，都叫做报应啦。原本屋企乜都有嘅，有仔有女，有孙，仲有450万，又可以着靓衫，啊，有头有面行出嚟咧，乜都有。咁而家搞到自己一无所有啊！边个害你啊？肯定唔系我哋害你噶。就算头先啊，你振呼光啊，我哋都冇闹你噶，我哋支持你振呼光去醒佢两巴噶。大家话系咪啊？即系我哋好支持可伯嘅行动噶啊！我哋支持可伯醒啊河马两巴噶。咁但系
但系而家搞到你变成咁嘅，唔系我哋呢啲粉丝嘛。我哋头先睇到佢讲美国佬嘅时候，我哋都戥你好唔抵噶。大家话系咪啊？啊，绿色法拉利啦、啊，可白可白虽然唔够佢打，但系可白有阳光十八指嘛，把剑系阿可白攞去舞剑用噶嘛。可白去练剑噶嘛？而家佢之前直播都有讲啦，可白啊攞把剑攞去舞噶嘛？啊，可白冇电话，冇电话唔买电话咯。肥婆都买到 Apple 咯，点解你可白唔能够买电话？即系你冇就要自己谂计搞掂佢噶嘛，唔系话冇噶嘛。咁大个人又话自己做生意，又话自己呢样嗰样，又话自己好劲。咁结果咧啊，我唔识，我唔做，我唔学。咁结果个老婆就勾佬咯，啱唔啱啊？你话系咪啊？啊，可白直播揼河马，喂，咁会封号噶喎。嗱，咁但系如果可白咧，佢出嚟直播数臭河马嘅话咧，我就建议大家唔好举报佢，我哋听下佢数啲乜嘢。大家话啱唔啱啊？冇宣扬暴力，数臭佢啫，剪翻啲精华片段出嚟，瞓唔着笑下，我用 short 剪出嚟啊！邪剑法啦，十八碌十九碌，自伤自打嘴巴。佢之前讲到个老婆咁好，其实你头先听到咧，佢讲嘢嗰个说话系诚惶诚恐啊！佢啊，碌婆仔啊，啊，我想同你讲咁啊，我唔系话啲乜嘢点啊！咁你已经我听到呢啲说话咧，我已经知道可白已经系契弟化噶啦。你听清楚啊，系契弟化。佢已经咧喺老婆面前抬唔起头噶啦，就只能够咧系用一啲好婉转嘅说话去表达自己嘅不满。但系老婆仔，我唔系话你啲乜啊，咁不过咧同佢之前咧嗰种态度、嗰种神态系完全两回事嚟嘅。而家完全就系契弟化，可白啊，数臭佢点叫你买嘢？唔系买嘢，系吹底货啊！哦，你话挥咩啊？挥泪斩贤妻啊？仲算唔算贤妻啊？而家可白而家应该同河马开紧拖噶啦。以河马呢一个咁硬正、咁要同你嘈嘅性格嚟讲咧，佢系唔会停咗播可以开翻唔播嘅。你睇佢咁耐都知㗎啦，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嘅，再封再开咋嘛，你嚟到而家都冇声冇气嘅，咁肯定係发生嗰事先冇声冇气啦。你如果係能够有嘢去睇有嘢去做嘅话呢，能够直播嘅话，佢唔会咁样缩埋一边㗎。等阵啦。可白去得太尽啦，嗱呢度我要咁样睇，系佢去得好尽，但系边一个喺度煽风点火呢？你觉得何太冇责任？嗯，可白有做，但系何太都有喺度煽风点火嘅，即系你一个男人咧，被初恋蒙蔽咗之后咧，就会系发生啲咁嘅状况啦。你系错过咗劲嘢啊！头先你错过咗可白。喺度想开拖咁嘅款啊，可白应该忍咗好耐㗎啦。如果今时今日可白户口有钱啊，仲唔同你河马死过？而家因为冇钱冇人养佢啊，佢只能够用一啲咁婉转嘅说话去表达自己嘅不满啊。即係作为一个男人，尊严冇晒，直播同人讲我老公仔同我吹底裤啊，老公仔同我洗脚攞牙刷擦脚，咁跟住仲有就係咩呢？仲有就是佢哋有个美国嘅未来老公，咁到时呢阿可伯就成为我嘅老豆。哇，呢啲完全已经系好曲线咁样逼緊可伯走㗎啦。即係你话做戏使唔使做到咁尽呢？啊，话我问大家一样嘢啦。做戏假设真系做戏，其实呢台戏系几过分㗎喎。假设真系做戏。呢台戏系去到好尽嘅，系将可白咧
成个形象咧系变成一个契弟，一个公公管家仔。啊，一开始咧就已经话叫佢去剪草，咁然后又直播同你讲头先讲过嘅嘢啦。咁呢啲嘢正常男人就算有做啊，都唔会想俾人知咯。咁但系佢就要公诸于众。佢讲完之后咧，其他媒体都有报啦，有边个唔报啊？你呢单嘢咁轰动，咁报完之后咧，俾人笑嘅咪可白咯。啊，个女人冇事噶，个女人仲觉得自己好威噶。但系我之前都讲过啦，有咁耐风流，有咁耐折堕嘅，而家可白帮你吹底裤啫。咁万一可白过几年身体唔好啦，系咪你帮佢换尿片啊？咁如果你唔帮佢换咧，佢成日讲噶嘛，话之前讲啊，之前讲到大大声话唔会离婚噶，咁而家就话要离婚噶啦，佢讲晒噶啦，佢真面目出咗嚟噶啦，即系呢个人咁嘅款。佢做初一，佢做十五啊，玩尽佢可以点样玩尽啫？我都话啦，可伯自己买部手机去开直播，可伯自己都有部手机噶嘛，自己开直播咪得咯。你唔开直播，你不停拍片出嚟讲都好啊，尊严冇晒啦，而家做咗契弟啦，而家出晒丑啦。而家咁嘅款好惨，我觉得无啦啦，本来咧就好威嘅。啊！娶咗个后生嘅老婆，四十几岁，仲话留翻自己用，而家就真系唔方唔用啦。而家系留翻俾人用啊，唔系自己用啊。就算扮恩爱又点啊？我都话啦，感情呢一样嘢咧，好似一张白纸咁嘅。呢一张白纸咧，如果系揸巢咗咧，就算你摊翻平佢啊，都唔会系能够。叫做可以啊！我揾张纸啊，睇下揾唔揾到纸啊！啊，冇纸添，即系你感情就好似一张纸咁噶嘛。你揸巢咗嘅话，你摊翻平佢都系巢噶，有裂痕就有裂痕噶啦。啊，多谢15蚊嘅科金啊！我其实都系鸠噏啫，冇分析啲咩。你大家都明白噶啦，你喺度好多人都有拍过拖噶。你有时候分手咧，系因为啲好小嘅事。但呢件事你过唔到去就系过唔到去噶啦。譬如可能你女朋友瞒住你同第二个男仔出嚟食饭嘅，咁你系咪过唔到去啊？你成日会喺度谂系咪俾六母你带噶嘛？咁又或者系你女朋友瞒住你同第二个男人出嚟食饭饮酒唱 K 嘅，你都觉得你带咗六母啦。就算真系乜嘢都冇发生啊，你个心都有条刺啦。到时候佢夜晚出一出去啊，你都觉得佢喺度同人上房啦。咁呢啲好正常啊，即系人之常情啊嘛。咁你而家呢个咁嘅状况，其实已经两个系出现咗一个信任危机噶咯。佢仲要直播公开讲，系冇即系我假设呢个美国佬系响度嘅，假设唔系做戏啊，即系可以系做戏，可以系假嘅。咁但系我如果假设佢唔系做戏，咁而佢又冇同可伯沟通过，就直接讲呢样嘢出嚟，咁样落佢面咧，呢一样嘢就系感情上嘅裂痕咯。最后两个都是一无所有的，而家佢哋翻唔到去以前咁噶啦。我同你讲，好肯定翻唔到以前咁。佢直播嘅时候咁样讲，多谢15蚊嘅科金啊。喺直播嘅时候咁样讲，仲翻到转头。头先我讲啦，男女朋友你喺心入边有条刺啦，啱唔啱啊？你仲要讲到为咗嫁俾人，带埋个老公去做管家，去帮个新嘅老公，即系帮个奸夫，帮个情夫去管理屋企。人哋仲可以对你呼来喝去嘅，男人点忍啊？啊，男人点忍啊？可伯咁样，不如翻仔女度算啦。搞咁多嘢做乜啦？你趁住件事可能仲有得掹嘅时候走啦。你真系咁样一无所有走嘅话，啲仔女唔会怪你啲咩嘅。我认为始终都系老豆，你同佢离婚啦。如果系咁。你呢坛嘢你搞成咁，两个人都有信任危机啦。件事嗱，我唔知道真定假咁，我再强调一次啊，我唔知道系咪剧本啊。咁但系如果系真事，早两日已经讲咗呢个美国佬噶啦嘛。咁我哋都以为系剧本冇事噶，啊仲见到佢两个出街噶。咁但系转个头，佢唔系嘈一次噶咯，嘈两次噶咯，至少佢话自己唔开心又话剩噶。咁呢条刺点样啊？
河马如果单独出街的话呢，可伯就会认为他勾佬的了。你说我话即是这个是很正常的心理状况来的。亦都唔能够怪可伯唔信任呢段感情，因为呢段感情已经出现咗裂痕啦。呢一段呢係唔够200日嘅感情，就已经搞到可伯呢係众叛亲离断六亲。好弟弟呀，小圈子可伯话要老婆唔要仔女，而家咪濑晒嘢囉。多谢100蚊嘅货金啊。哦，你话如果真係咁样，你呀真係被刺到体无完肤啦。多谢100蚊嘅货金啊。仔女应该，不过你而家咁样玩啦，佢去得最尽最错系咩呢？就係攞咗死咗嗰个老婆嚟讲。你本来如果唔攞个亡妻出嚟讲嘅话呢，成件事有得掹嘅。佢而家係攞咗个亡妻出嚟讲之后呢，成件事就已经去到一发不可收拾㗎啦。你都知㗎啦，仔女父母，你个阿妈去咗嘅，你係唔应该咁样去讲人，就算以前有啲乜嘢对你唔住都好。佢唔係犯咗啲不能原谅嘅过错㗎嘛。不能原谅嘅过错就係头先所讲嗰啲忠诚嘅问题囉。咁但係你咁样公开去闹一个去咗嘅人，但係入面讲嘅嘢係证实唔到真假嘅，係得你两公婆把口喺度咁讲。仔女听到如果唔係事实嘅话，嬲你一世，你仲想返去？好难囉，真係好难囉。如果佢冇讲到死咗嗰个老婆坏话嘅话呢，可能全部嘢都有得掹，但而家已经冇得掹㗎啦。已经去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嘅地步㗎啦。最多最多咪夹粉掟个老人院囉。係呀，你过去美国洗脚都唔实际啦。平心而论啦，佢点样带佢去美国啊？你用下脑都知冇可能啦。分分钟可伯去到美国，河马去唔到美国。可伯话晒都地道香港人嘛，但河马唔系嘛。然后又啱啱离婚。我调返转啦，河马去到美国，可伯去唔到呢？可伯亦都年龄喺度啊，过去打工做管家，有冇人信呢？70几岁喎、可以唔批俾你个，佢个工作证可以唔批俾你㗎喎。咁搞嚟搞去，最受伤嘅咪又系佢。而家肯定嘈紧交㗎啦，点会唔嘈交啊？应该都系住老人院㗎啦，如果系咁，最后个结局。佢做得太盡啦，係真係做得太盡啦，只能夠講係自己玩借自己囉，就一直以嚟都係咁㗎。即係我哋直播都劝佢好多次㗎啦，我話你喂你唔好再講你個老婆啦，但佢哋好似呢硬係同我哋所講嘅嘢呢係對著幹咁㗎，叫佢越唔好做呢佢越係要做㗎。咁而家舐晒嘢啦，舐到認一認啦。哦，你话如果你仔女一定唔认佢啦，全世界都唔会怪啲仔女，咁当然啦。而家呢个时间点做咗啲咁嘅事，点会仲怪啲仔女呢？哦，係呀，应个黄叔嗰个假嘅，应该係。係呀，新黄叔嗰个唔系假，系新开嘅，新开咗一日嘅。真正嗰个美国账号唔知去咗边啊，我搵一搵有冇新资料啊。我而家捞一捞，唔系河马捉虫啊，系佢哋自己捉虫啊。而家嚟讲，系咯，头先佢讲嫁去美国，可伯咧就叫佢唔好讲啦，唔好再讲啦。咁咧头先就叫佢唔好爆未来老公个名。唔使同黑粉讲太多。我睇睇有冇新资料先。好似都冇新资料啦。咁不过係叫做而家咁嘅状况返唔到转头。无论感情又好亲情又好啦，可伯输晒嘅。如果离咗婚嘅话，可伯佢亦都冇地方住啊。河马仍然是有公屋的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就算他不用自己的名字申请都可以用个名，用个仔的名字申请啦。个仔是受养人嘛。啊，
而家咁嘅状况玩完噶啦，仲边有得回头是岸啦？回头都冇岸啦！你本身已经系逼自己行埋去悬崖边，你仲想回头，但你发觉条独木桥已经断咗啦，俾只河马踩断咗啦。佢做得最错系咩呢？佢做得最错就系容许只河马去讲佢死咗嗰个老婆，呢一样嘢系阿可伯做得最错嘅。呢段感情肯定出现咗裂痕噶啦，就算可伯死顶烂顶都好啦，佢而家系会变到草木皆兵嘅。点解呢？因为喂，我调翻转啦，你个男朋友、女朋友、你个老公、老婆啊，佢曾经口讲过咁样嘅疑似六母事件，咁跟住呢，你见到佢玩手机，你会唔会怀疑自己带六母先？即人之常情嚟㗎嘛，有冇道理啊？多谢五蚊嘅科金啊。今晚会唔会有血案啊？应该就唔会有血案嘅。哦，可伯叫河马唔好爆佢新老公个名，即係可伯自己都接受啦，接受做管家吹底裤。嗱，都唔好话接唔接受，咁反正呢件事演变到而家呢个咁嘅状况，我都想快啲睇下个劇情系点啊，好唔好啊？嗱，我哋而家再继续跟进下啦，之后咁今集同大家睇到呢度啦，我都播到两个钟啦，我非常之攰啦，咁大家都早啲休息啊。今日呢佢就冇播到12点，咁我諗我都可以早啲剪完啲片啊，早啲休息嘅。咁听日啦，听日再同大家再跟进啦，呢一个河马同埋呢个可伯嘅感情瓜葛到底最后点收科呢？我哋下集见啦，拜拜。